桥飞跨东与西，龙上九天驾雾开。德航美景此独有，天上人间难觅得。接下来出场的是来自天下古乡的湖南湘西德航表演艺术团，为我们带来的节目《苗族歌舞秀》《戴魁雅秧》。那他的意思呢，就是漂亮的小女孩。有请我们的德航表演艺术团。现在展示的是武陵山区的服饰，这里的居住环境、生活需要和审美情趣是决定服饰特征的三大要素。武陵逶迤横细浪，多山缺水的生存环境使这里的服饰朴实自然，绰满山野灵气。其按款式分为花园吉首饰、凤凰饰、丹青梁家团饰。分布在花园吉首宝镜等地，凤凰式因包头和裤管绣口绣花不同，又细分为山江式和腊尔山式，主要分布在湘西州凤凰大部地区和松桃等地。丹青梁家团式分布在泸西和吉首东部地区。
Thank you.